马英九吼，国民党若选举吼，拢用迄个媒体伫用澳博伫拍民进党啦，啊，互伊袂调。你看蔡英文吼，李昌安安尼无影，啊，搁迄个刘益儒吼，迄个伪造文书，安尼嘛无代志，搁升官。啊，较早阿扁啊吼，出去。出电吼，啊，迄外省人甲判阿扁啊，迄搁请去做双十节，搁做贵宾，啊，因马英九食钱吼，拢无要紧。记者甲破讲，伊落迄个法官破讲有罪吼，就要甲迄个法官起诉，吼，啊阿扁啊，拢甲即个辜宗亮讲，着爱加扁。吼、哦，伊在无罪，吼、哦、啊要甲变，无阿变啊出来就伊。甲你伊今奈知影今日有这个活动，谁甲你通知？啊，我拢看报纸啊。哦，你看报纸？啊，我看扁板呐、啊。啊，看什么扁板？阿扁伫龙安来写的扁板呐、啊。哦，有报纸。嗯。哦。你看扁板的报纸，哎呀，知影今日有这个活动，你才过来参加是不是？自由时报嘛拢有啦。你嘛有伫看自由时报？哎呀，哦，安尼真好真好。这国民党吼，足不应该安尼做的啦。当选遐济嘛，因着选举，通好市媒体替因拍广告安尼啦。啊，每一届的游行我拢有出来啦。你拢有出来哦？你参加多几摆？会使讲一下无？搁有参加啥物？每一届较早是啥？啥？黄炳吞啦吼。哦，黄炳吞又来。啊，搁来啥物拢袂啥会记的啦，都反正然后游行都出来啦。哦。拢是扁办的报纸啊，写下字的写。好